少林，少林，你们去哎。嗯，上一次见是在横店，对不对？有点时间了。那个时候还穿短袖呢。是，现在都已经披上厚的衣服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要送上热热的咖啡。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！哦、这真的可以喝的吗？可以喝啊、哦，可以来尝一尝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嗯，刚是一个人在那里练钢琴。对对，随便弹弹。那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子啊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你。即兴在弹唱、哦、对对对对，感觉这个氛围很适合刚才那个曲子，很安静、嗯、所以我听到了是限量版的歌曲。是的，就是只有这么一次 one take。 几岁的时候开始学钢琴呢？是3岁的时候开始学电子琴，因为那个时候手指没有力气的，按不动这种钢琴的。我正式学钢琴是4岁。嗯，所以爸爸妈妈是本来就懂音乐的吗？不，我们家没有人特别就是专门做音乐什么什么的。那你妈妈很厉害。对，我妈就是觉得你可以学钢琴、嗯、然后对，她可能也觉得我当时有一些兴趣在里边，然后我就一直学到现在。嗯，对，先是喜欢弹琴，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唱歌和创作的？我后来喜欢唱歌其实是11、12岁，13岁那会儿学古典音乐的时候是没有特别多唱的那部分、嗯、后来到12、13的时候突然发现，哎，流行音乐我爱的不行了，我就开始一边弹一边唱。那个时候我就是发现家里多了本书，就是流行钢琴曲集，然后我发现里边很多有周杰伦的歌。嗯，对，你就自己摸索着弹。对，我就弹一弹，后面就开始不看谱弹，我发现也能做到，后来就坚持下去了。包括就是对流行歌的色彩的考量，我觉得也在那个时候帮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嗯，在求学的生涯当中，其实去过还蛮多地方的。在海外的求学会给你不一样的经历吗？海外求学我觉得是对我来说也是很特别的一段经历。嗯，因为没有什么朋友，我在那边第一天刚想着把一些收拾完了，然后好躺床上，啪，床塌了。然后对不起，我很不礼貌的笑了，但真的有点好笑。是很好笑，很滑稽。我甚至就是很多朋友当时问我，就是说要是我的话我就直接睡床垫了。对呀、啊、何必呢？不行，我得折腾，我把它那个拼好，然后自己再睡。对，就是自己要跟自己较劲儿。我就不信了，不就搭个床吗？是的。嗯，对，就是个床，它还能把我难倒吗、嗯、这种。包括就是我最近有个朋友叫强哥，然后他最近刚收拾好家，然后我还去他家就是做客、嗯、然后我们一起去喝羊肉汤之类的，很开心。是去检查他的床有没有塌吗？我如果他床塌的话，我会帮他拼好。对，你有经验。对对，说、哎、我来看一看。我这个扳手什么的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嗯，所以在做音乐的时候也会用这种劲儿去跟自己对着干吗？是的，反倒做音乐简单一些，我觉得拼床难。拼床难一些。天哪，这是不一样的一个脑回路哎。后来怎么样的机缘巧合去参加了一个节目？在北京，我就突然成为了一个北漂人，后来又漂去了首尔，然后飘去了多伦多。我最终到北京首都机场那一刻，我决定好，我就在这里专心的去做音乐，去学习音乐，去研究音乐。到后来参加了2020年的《明日之子》的节目，然后我到了现在。嗯，我一个人做音乐做了很久，我想找一些新的灵感用到我的创作里面。那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去站上舞台吧，以前其实没有什么站上舞台表演的感觉。嗯，那个时候会怯吗？会怯啊，会非常怯。我就是那个时候还在面试阶段的时候，我是唱不出来歌的。我对两个人以上的场合唱歌，我就声音抖得不行，就是拿一个水，就是拿乐器都是这种的。怎么克服的嘞？就是多唱，在公司然后磨练。
后来有一天突然可能想通了之后就特别开窍了，对，突然从内型人格变到外型人格，这是特别开朗。参与到这个节目之后性格都变了，对，性格变了，表达欲是在那个之后突然变得暴增起来。嗯，我开始极度的喜欢讲话，变话痨。但也确实是这个年纪的大男孩应该有的那个阳光。我很开心，我很开心，我能就是突然变得外向，嗯，还蛮爽的。也是因为那个节目，其实让很多是的，有很多朋友因此而知晓我、了解我，然后并开始关注我、我的音乐。新的专辑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新的专辑的话，它名字叫七七七，三个数字七七七，什么意思呢？三个七加起来是21，因为正好也是在21岁这个日子里边发表人生中第一张专辑，然后这张专辑也都是我自己全部自己写的，然后自己也参与了制作。那目前这几首歌当中，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？最喜欢的目前的是《明信片》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《明信片》这首歌，首先它的到来就很突然，它是在洗澡的时候突然闯到脑子里的。第二是它代表了，我从波士顿到上海的一个，就是这种一段的一段的旅程的感觉。嗯，包括这也代表了我对青春的一种感觉，青春期的那种不确定性啊，然后跌跌撞撞的摇向下一站，也在这首歌里边有体现。嗯，七七七记录了你七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。是。嗯，分别是哪七个？跟我们一一说一下。我办了一场生日会，那也是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跟我一起过生日，因为我是一个不太过生日的人，然后那么多人大家一起来祝我生日快乐，其实很感动，很感触的。就是我基本上都是靠着各个节点，然后把我像弹弓一样飞出去。但我听说你其实内心想要成为一个 rapper 啊，这个就 是近几年还是之前一直有？对，近几年，因为我突然开始了解到这种表达形式了，我会觉得很爽。那你就跟 rapper 合作就好了，为什么自己要变成 rapper 呢？啊，因为我也想唱。真的吗？对。所以你是会 freestyle 的吗？我偶尔吧。可以吗？对，就是，对，会偶尔 free 一下。你是纯粹的 freestyle 还是可以用钢琴做 beats 的 freestyle？ 都可以。你真的假的？因为大家就像聊天的时候，就像套了个韵脚，然后让你觉得够响，这种就是开玩笑的聊天也会有。哦，那要不要试试看用钢琴自己 freestyle 一下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这么匪夷所思的要求，你竟然都答应我，你真的好厉害哦！完全没有在害怕我提怪要求哎。就 free 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。我试一试。如果要聊聊我的心情，那我现在讲给你听，不是1、2、3分定，我现在要聊的歌曲是我的即兴。I'm sorry, no better, no. 我想要成为 rap, 不只是说说。我想要找个角落，可以没有灯的，没有舞台灯光的，只是你能看到我就好了。好好听哦，哎，我应该就是旁边把它录下来，这就是一首歌的 demo 吧？不会不会，真正的歌要比这个再赞一些。真的假的？你要求那么高吗？没有，就刚才像刚刚那个水准，就是不能收在你的 demo 里吗？我觉得就是太随意了，对。但是你不是有一个 demo 库，里面已经有200多首歌，都是高于刚刚那个水准的。那肯定啦。关注你的微博，有看到置顶的那一条。为什么置顶它？因为我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像是一把椅子一样，对，像是一把椅子，我就放在那里，大家累了就来坐一坐，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椅子上说说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温度的事情。嗯，我有一首歌叫《第一人称》，那首歌其实就是因为我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，我才会有的。其实你的音乐
真的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力量，而且就真的想说音乐才子的魅力，刚刚那一瞬间就能够感受得到，但没想到内心竟然还想做个 rap star。 所以接下来在我们的百视 TV 的平台上呢，有很多网友朋友对你有一些发问的问题，我们就让你用 freestyle 的方式来回答他们。大家如果觉得 OK 的话，也可以 pick 你做 rap star。 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哈，网友朋友有哪些提问，要不去钢琴那边就坐哈。形容自己的音乐，我的音乐可以放在耳机里听，我的音乐都是故事的曾经，有天找不着灵感，那你陪我一起玩，也许就会成为我下张的专辑的一半。如果大家会经常把故事说给我听的话，有可能会出现在我下一张专辑的其中某首歌的一半。哇，那很棒哎，欢迎大家私信你。对，欢迎大家就是分享大家的故事。形容自己的歌迷。喜欢我的朋友，他们一定很不一般，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事，有烦心的事都可以变成他们的动力，再讲给我听。但如果你喜欢我，那一定很有品味。OK， 很特别，很不一般。我相信能懂我的人一定都很赞。一说到要跟乐迷说，稍稍有点紧张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很紧张，我换了好几个调，我不知道哪个调该形容。然后想说，哎，我要不要看着 GoPro 给一点眼神的交流？但如果你喜欢我，那一定很有品味。看得出来，把乐迷看在很重的那个地位哈。最后形容你的好朋友大强。大强用哪个调来形容他最合适呢？他是有点偏暖黄色的一个人，那我就用一个温暖的调。我的朋友叫强哥，我还记得我们成为朋友的一刻，就像这样我们唱着歌，没有说别的，尽管就坐在这里，但我们都懂得音乐爱我。好听，而且很认真地回答了所有网友朋友们的问题。对，就是对，因为我跟强哥认识也是因为就是在那里随便唱歌即兴，然后突然就成为了朋友。就像接下来会去看这个 live 表演的，可能他是第一次看，也可能他是追着你在看的，你会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舞台？我希望大家来这里就是玩得开心，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的，如果我在现场听到一个我熟悉的歌曲，我会泪流满面，我会觉得很感动，包括现场的那种音响开得那么大声又很过瘾。也希望你的音乐能够陪伴很多人每一个夜晚，我们期待一下你的 live 表演。感谢。生活中的自己会怎么形容自己？我生活中的自己的话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。对，会比现在会更活泼吧，活泼吧。生活中会有 emo 的时刻吗？会有，会有，尤其是感觉 emo 的时刻，就知道哎，要开始写歌了。知道写歌了是 emo 的时刻，因为我觉得 emo 的话，对我来说这个词是我觉得情绪放大的一个时间段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适合用来创作的时间段。那如果最近有不开心的话，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排解？去趟安静点的地方，或者说就是去吃顿好吃的。划划船，看看野鸭子也不错，要求倒也不是很高。对，那门票、就是、门票我觉得是也很合理，学生还能打半价。哎呀，好勤俭持家。